哦，不是这里哦，是那一边啊。我根本走错边了，原来是在另外一边，那边都是相机。我想说，那还不错啊，还可以，应该可以逛一个小时，应该 OK。就是明天早上就走。对啊，相机啊，你切出来啊，应该有开吧？假日会不会没有开？